是宇坤，今天我和我的家人要去平武，就是有大熊猫的地方去吃酒，然后走亲戚。我妈、我哥、我小姨，妈妈打出来了。给大家看一下我们正经过的绿水青山。待会儿我们还会经过四川还是蛮有名的景点，哪里？九黄山。全国有名的。好，全国有名的，还不是四川。九黄山药王谷，欢迎全国各地的朋友来。这里是九黄山。我们到九黄山了。给大家稍微说一下，就是我们刚刚到的九黄山，还有即将要去的平武，都是到九寨沟的必经之路。小黄吗？小黄，我还得要紧张。哎呦！